哎，秦姨啊，疫情越来越严重，连婴儿的确诊人数也越来越多了呢。对呀，真担心哎。如果婴儿确诊的话呢，在喂养还有护理方面应该怎么办呢？还有另外一些像确诊之后应该怎么治疗啊，会不会有后遗症啊，也很令人担忧。那先别担心，留守待会儿活力加油站，让专家来为我们解答吧。